我独居在这个房子啊，我没有老婆小孩，又要中风，我常常一天做不到一句话。我最期待的就是礼拜六这一天，有时候晚上做梦都会想到他们礼拜六会来。我国一的时候加入温馨厨房的，就小时候得了血癌，然后病得很严重，然后我就说以后有能力可以帮助人的时候，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人。有一些老人家就皮包骨就只有皮很少肉，所以就想给他多长一些肉，这样子只比较好看，也不会感觉没精神。所以我们在汤里面加了很多的肉。出发！阿公，啊，小朋友好，阿公好。你好，你阿公，最近好吗？好，好，你们这很乖，很好。嗯，很好。好，现在送汤了嘞。好，水饺，水饺跟豆浆。好吃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只要他们小朋友煮汤，什么汤我都愿意喝，都很好喝。冬天喝到那汤最温暖，我非常激动。我觉得这些小朋友非常好，常常来看我，还有非常感动。我平常都没有人来过来这里，感到一个人非常寂寞。有时他们来的时候把我找我聊天。有一次我们寒流来，我的房子是破烂烂的，他来帮我把那房子那洞都堵起来，非常善良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在家吗？